6月27日，赌王的神秘儿子何猷邦在布告中首次被公布，关于孩子生母究竟是谁引发讨论。据港媒，原来这位何猷邦就是外界盛传的何猷家，是四房长子，但因为孩子身体有问题，也为了保护何猷邦的隐私，何家人一直并未对外公布。稍晚些时候，赌王四太梁安琪首次发文回应何猷邦身份，原来传闻属实，何猷邦正是四太梁安琪的孩子，因为身体原因，家族从未对外公布过他的任何信息。此次因为传统习俗必须将儿子的名字刻在父亲的墓碑上，所以不得不曝光。其实很早之前就有赌文和洪生的第17名儿子的传言，但当时大家都以为他的名字叫何猷家，是四太为赌王生的长子。而通过一早赌王家族发布的布告子女排列顺序来看，何猷邦的确在四房首列，今年大约28岁。